来，这是去过这里的麦当劳，你看。嗯。高雄男子区。哎、哦，麦当劳，然后我们要吃的，这个是咖啡，然后薯条，哎、嗯，薯条是这个，来，怕贵、嗯，来开箱闻闻。你嘛，水深火热的人吼，是无法多买这个。哦，无法多啦，咱住在这高雄，咱住这这高雄，这嘛算迄落讲迄落水深火热的所在，要食这食袂起啦，那食起。这个啥嘞？这是最平常的。最平常的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全台湾都有的，对不？那可比较无啦，也唔捌啦。您伫台北食啥货？阮伫台南嘛食啥货？阮伫高雄嘛食啥货？奇怪，啊是啊，阮就水深火热，啊是啊，就爱学你赢，足奇怪。好，来，这个就是双牛堡哦，一种韩味。鱿鱼在哪里？鱿鱼是那一块炸的吗？不是，双牛鱿鱼堡。哦，双牛，你们活在水深火热还吃这个？不是、啊，这是没水深火热，可怜喽、哦，不可怜，不可怜，不可怜。